介绍我们的陈小青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《真情比酒浓》，来欢迎陈小青，来打上来打下来，支持分享分享。首这个真情比酒浓哦，今天也要因为今天选唱的都是这些关于酒的歌曲哦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冠名这个赞助的就是我们的这个Martell 哦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酒哦，真的非常感谢哦，今天第二场，第一场我也来嘛，第二场感谢我们的台主陈师傅，要知道我太爱喝酒了，太爱喝这个牌子的酒了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第二场也叫我来了。好，来，那么不是啦，应该不是这样了，不，大家都以为我很酒鬼这样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厉害喝，只会喝一点点就醉的那种。来，那么继续呢，我想安排的这个下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，还是这个福建闽南语歌曲啦，来送给大家一首也是关于酒的一首歌曲，一首《杯中雅》送给大家。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好，花开来饮烧酒，
看到我们的线上的朋友都好厉害，然后讲到酒的歌就有很多关于酒的，哦，你们比我还厉害，因为昨天这个因为昨天这个想了很久才知道这个这首歌，才想到这个关于酒的歌曲。谢谢大家哦，你们真的是好多好多酒，他现在想到原来有这些歌曲。来，那么也祝福我们的所有的线上的朋友，大家都可以这个今天都可以观赏我们的这个立新的这个。Live 也可以观赏得非常愉快，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享受的听今天晚上所有的这个歌曲哈。来，那么继续呢，还是送给大家一首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闽南语歌曲，非常早期的一首歌，来送给大家这首《修酒尾》，来献给大家。喝酒别开车，开车别喝酒，对。
呢，曾经呢，在我们新加坡电视台年轻的时候呢，荣获这个安培纳歌唱比赛。是是是，好久以前。冠军的我们的陈小新，姐那个好，小樱花，安培纳杯的冠军，二十多年前了，对，二十多年前了，好久了，好久了。对对对。那时候你几岁？十二岁。十二岁，你就不要问我现在几岁。那时还这么小，我从来不会问。哦，现在这么大了哈。对对，大了，是是是，大了，眼睛也变大力了。是是是，除了眼睛大，什么地方都没有。没了，小新也是刚刚有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按照话，你感觉有囝会做老母了，有多么分别不？嗯，会啊，会有啊。怎么样的分别？说来听听看。我也是有两个孩子嘛。嗯。我弟弟想讲，每一个人啊，做爸母是安怎的心情呢？什么种心情啊？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会想到孩子先啊。你会吗？对啊，以前呢，无三四点无登厝诶。对，不久呀。八九点就去登厝了。这阵你带你哪里住不？你有住哦，你惊不？啊，有住啊，有住。那你家里做你困不？没有没有。没有跟你睡啊？跟我老婆困。你要跟他放在跟你睡，我跟你讲，感觉无香。你若是买两件，我今日去你的厝困，我陪你困一暝，你就会知。一个查甫囝跟你做连困，偌爽，你知无？哦，你看啊，级别爽咧。那应该不是查甫囝啦。安怎咧？我跟你咧比较适合跟阮老母困啊。无啦，你老母我看了，你老母会使。我介绍一个可以，行啊，七仙大哥，七仙大哥，搞我讲话了哈，今晚就交给你了，他妈妈好不好？他妈妈就交给你。Hello， 安怎？今晚叫你来主持节目，介绍艺人呢？哦，不是叫你来安排这个歌星搞什么捆，因为搞什么捆呢？没有，我在讲一起嘛，对不对？我考虑过，一起捆啊。等一下，现在很多朋友哈，是已经打上来，已经进来了啊，也啊，我很想知道我们的黄秀平有没有进来？你老公现在哈，你不在的话，他一直。安排哈，老的就跟我睡，年轻的就跟他睡。你人就是无好，大伯讲，国台一家人，一家人就要一起睡啊，不可以的，那现在现在啊，不可以乱来。我还蛮担心的嘞，因为他真的要搬去我家后面了。不，我搬去你那边，我比较担心啊。你妈妈刚才跟我讲什么？陈哲，你几时搬？我讲，爱搬嘞，爱搬。OK， 你也熟悉啊，你好我一支，我等你到时我起来指名行。我讲你陈强姐，你别卡笠你啊。他是说。歌台一家人，我们大家呢都是哈彼此要照顾兄弟姐妹这样，对对对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疫情好像这个疫情哈更要互相的这个哈扶持，兄弟姐妹嘛，对，他有兄我有弟嘛，当然是兄弟，对不对？你瞧我瞧到了，这里人啊，对不对？旁边一是这里一个一是 KNN 的徒弟呀 ，KNN 的徒弟。OK， 我们今天完全不要讲那个王八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真的，你看，家己的师傅讲王八蛋了，你看。真的，他有兄，我们有弟啊，所以我们是兄弟啊。是，不可以讲乱乱来啦！你卖弟弟恶意。有人可以带他老婆吗？秀明，今晚你跟着我就不要乱来，明白吗？好，你要学他的话，你现在明天飞机飞去马来西亚，该做点。对了，有人可以带秀明吗？等一下，真的有人还真的会带。其实他看到很多朋友进来了哈，还有我们的朱议员啊，还阿酸。还有 Serene Tan， 你看他说你越来越像王雷啊。Serene Tan， 我要跟你澄清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像他，因为第一点脸就不像了，第二点口才也输他，第三点他妈出话我不骂，第四点他现在那边不可以用，我还可以用。你看，其实坦白讲，他这种人啊，很早就想把王雷给干掉啊，你是不敢讲出来呢？对，你要，有人真的带你老婆哎？是，真的吗？看到吗？歌台一家亲，我们的 Call Angel 所说的，对不对？ Okay， 大哥，既然你讲到这个，我跟你讲一句坦白了，我送巴啦，好不好？王雷去马来西亚也不机票，是我买。哦，我帮他安排去买的，他叫我帮他找嘛。然后我什么都不要选了，我就选马航。我拿来播，给一摆飞机无去。真的恶心啊！这点点伊就注意了，没有啦，伊就注意。不会，伊是跟你讲，伊马航无去了，伊就是歌台。一起来了啊！你看，没来，来了，是了，不要讲了，不要乱扯了。无论如何，真的哈，陈小新的歌非常好，真的。最近呢，在直播的这个歌台秀里面呢，一直看到你，因为他的声线呢，很适合唱一些怀旧的金曲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哈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鼓励他，支持他。那所以呢，他自己又有灌入这个怀旧金曲的这个专辑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来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现在呢，哈，可以说是呢，哈，虽然哈还要照顾孩子哈，还是能够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啊直播室来为我们高歌一曲，真的。好，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直播室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我也在跟你们交流哈，没事。
阿弥补发抖，阿弥哈是我们的 Mate 冠名赞助，是的，澳大这里哥伦布名酒啊，而且历史悠久的这个好酒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已经看到这个酒话，阿弥后边表无人懂，饮酒饮酒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抓你最最顶我无骗你。